小马，小马，哎呀，好漂亮！小朋友，这边。哦，下面这个。没关系，都让你喜欢吃什么没关系的，喜欢吃什么就点。啊，弟弟，六个人，弟弟喜欢吃什么？一个太热了。这个大包的是什么？包仔饭吗？什么？包仔饭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些东西。走地鸡先来一只，干嘛？走地鸡。对啊。对。你干嘛好吃哦？你干，你要干什么要干啦？要牛肉饭的啦，呀，嗰啲要板辣嘅，鲍鱼要不要？每人要一个鲍鱼啊。好香啊，它那个汤好香。晚上倒点给叔叔。那个牛哥，哎呦，这是准备开餐了哦，有一个啊，鸽子啊，你也喝啊？是饮料，你哥喝一点吧，哎呀，倒点给妈妈。叫哥哥。好的好的，哎呦，吃呗，吃了吃了，可以吃了。是不是 ？OK， 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帮你装点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漂亮。我要鸡的，我要鸡的。我跟妈妈帮你打一个给你。妈妈，来，慢慢的。都要慢慢吃吗？嗯，不用急的。那边还有很多，肯定的。嗯，慢慢慢慢来。妈妈，到我。放给你也吃啊。这个味道好辣的。好辣吗？小板栗。好的，可以吃吗？小板栗啊，小凤，这个多燕就是说上次。我买房的时候，他说问我光哥够不够钱，不够就借20万给我那个。哇，光哥，这种朋友，这种兄弟很难得哦。根本上就很少，你说谁愿意借20万给你，对不对，小凤？是。虽然说我说哎呀，我说够了，反正我这边找人借了，但是呢，他有这份心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是谁醉了，弟弟？妈呀！妈，你送的。叫哥哥。叫哥哥。叫我就不理你。叫哥哥吧，不要叫我叫名字，不礼貌啊。妈。弟弟，快吃，吃饱了没有？肚子痛，你还跳得那么快呀、啊？你这、就是。二哥呢，就靠这个手艺，然后呢，养家致富啊，好厉害、啊。妈妈，这条路去走到这边，全部一毛多嘛，看你们就，这个仓库没关上啊，这是，这都移动啊，看你们就不当做，放的油在你话吧，我就是好呀，记得嘞，甜牛的嘞，猪小牛有几台嘞？没有大。我听到孙女有。老六。你管我孙女。哟。现在是下雨。
你看我们的牛又没地方放，就让它在外面淋水了。不过这些牛呢，下雨也可以淋水的，它也没关系的，随便淋都无所谓。哎，哎，牛哥，冷不冷？不冷。不冷。下这么大雨，你回去。回去拿个雨伞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回去拿个雨伞啊。爸爸跟你去放牛，好吧？去不去？啊？去不去放牛？准备去放牛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敢不敢拉那个牛啊？不敢。不敢拉。怕。怕什么？不怕的。不怕。拉小的那个就没那么凶了。好吧，让你骑上去好不好？嗯，晚上呢我们就会拉回去的，白天下雨呢就让它在这里风吹雨晒。这些牛都不怕淋的呢，它有一层毛，一层毛呢它牛皮很厚的，淋也没关系的，是吧牛哥？吃了也没关系，这台车过来的话小心啊。